刚开始你先吃一口，而且喜不喜欢，嘴有点慢嘛，你咬进去才能尝到这个馅儿。吃一口觉得哎挺好的，然后就很快快快，因为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小孩吃馅饼就就这种，所以你得先吃皮才能吃馅儿。冻馅饼、冷馅饼，因为冷的是因为我当时那个比赛之间吃的，然后零下20多度，所以有点冷了，但还挺好吃的。